非常感谢我们中国这么多广大的球迷，尤其是在四十强赛最后这个阶段的比赛，其实在中国时间都是凌晨一点甚至两点的时间，他们很多人都熬夜看球，然后给我们加油鼓劲儿，然后也有很多人一直在关心着我们中国足球。在这儿呢，我也真心的代表我们球队对他们表示感谢，然后我们球队呢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打好每一场比赛。其实更多的还是对于我们来说，其实跟谁分在一组都无所谓嘛，都要去踢，都要去拼，都要是当作决赛一样去打嘛，然后而且能进入到十二强赛的球队都没有弱队，然后我们也会全力以赴去跟他们去死磕了。首先是这种团结跟意志力吧，我觉得这也是现在我们球队比较好的一种作风吧，然后我也希望能够继续下去。